能享受女性之间的小秘密耶，所以我都会用右边啊，就是可以用右边。他如果在就是像《风声》这种电影担任情报员，然后人家拼了老命得到一个消息说二十五号人，哈，关键人家情报员已经死昏倒了，他就得不到那个消息，完蛋了，全部部队的不能当情报人。你什么时候发现这件事的？国小的时候，因为我以前小时候都会觉得每个人都是跟我一样，以为就是大家左边耳朵都听得很小声或什么的。然后有一次是我在跟同学听那个随身听，对，然后一人一只耳嘛，对 对, 對。然后我就很习惯性放右耳，然后他放左耳，我就觉得像蒙甲那个画面，对，你不能拍蒙甲，我可以用右耳，换别的耳朵就好了嘛。然后我就觉得，哎，我就是问他说，哎，为什么你左耳可以放耳机？他就说，因为为什么不可以？然后我才发现说，原来我左耳是不正常重听，这个会不会很困扰？困扰就是等于就是像讲悄悄话，我不能，就是我一定要这样子，人家以为我要亲他嘛，或者是去看电影，看电影的时候不是讲话都会很小声嘛，所以我就不会让朋友坐在我左边。那你来上康熙的时候是用左耳对着我们，你会觉得我们讲话比较小声吗？不会啊。不会，但有时候可能我坐比较远，我就会觉得。因为记得他第一次来的时候，我们问他好几题，他都说哈。对对对对，记不记得？嗯，我会常常这样子。习惯了。因为所以重听的不能分心，一分心完全就听，声音就跟对。我以前有，个一对一的专访节目啊，有时候会访问一些很长者的人，然后有一次来了一个女明星，真的是我非常觉得传奇中的。女明星，可是她已经重听了，她样子还是很漂亮，可她已经重听，所以整集访问我一直在说，所以你那一年，你的喉糖准备一盒吧，我坐给观众看，我还是很镇定的样子，可是我只要说，所以你那一年，她说哈，我说所以你那一年，脸部表情很正，而且你再说好，她还这样。你还怎么讲那么大声？我男朋友跟你耳语一些，比如说第一次约会完，然后很喜欢他，然后他都没有接收到那个讯息，我都会这样过去啊。就人家以为你要亲嘴，人家以为第一天就接吻了，就被讲成主动，接吻就顺便接吻算了。对啊。齐薇，我要先问一件事情，就是上次来 B 节目，那个参加十人票选之后。后来没有对你构成什么困扰，大家都很想知道最后我讲了什么笑话啊，还有那个笑话，那个我们有剪到笑了，因为那个笑话太可怕了。可是观众是有知道你要讲一个东西，他们说太期待了，所有最想知道就是你到底讲了什么笑话，或是你原本想讲的是什么，他们原本以为我没有讲。他们不知道说我剪了，就是讲了被咔嚓。我说因为尺度的问题，他们就更想听，就每天很多人留言说到底是什么，到底是什么。你没有上网讲这个笑话吧？有啊，这个还是你在网络上跟人家讲吗？那网友不是吓呆了吗？就一直 Oh my God, Oh my God, 还好你没讲，还好被剪掉。Oh my God！ 那天在我们节目上讲完这个笑话之后，然后我们就安静，然后蔡康永说：“祝福大家，谢谢。”这是最好的结局，没有再讲任何的话。因为大家都吓得一身冷汗的，因为像齐薇的。背景是很有气质的新闻主播，对啊，是有反差的人啊，所以我们就不太敢帮他散播这一方面。可是我还对你另眼相看呢，所以原来你是这么重口味的人，就他内心有狂野，哎，搞不好其实他很 rock， 对，搞不好你是一个 rock， 是，我那以后要你看，我都听油渍摇滚的，是不是？我是，我告诉你，你看我很 rock， 其实我很保守，我一听完我好难过，没有人觉得你 rock。安吉亚，你是不是要教他一下如何在大众面前讲一个就是雅俗共赏的笑话？就是讲一个大众能够接受的笑话就好了。这件事你应该已经学到了吧？嗯，对啊，对啊。因为就算你说那种什么什么，小明小明不要哭，你的头一点都不大，对，这样都也就可以过去了，就算。妈妈，头发绑太紧了吧？你好，真的很复古哎。类似吧，对对对，这个意思，我的意思类似。你们两个不愧是老艺人。所以是要补一个可爱的笑话吗？你有吗？有吗？很短的，因为大家都觉得我笑话，他说你的笑话真的拖很长哎。对啊。OK， 有两只鸭子在湖面上划水，对不起，划着划着划着，然后突然有一只鸭子就呱叫了一声，然后呢，他就看着另外一只鸭子就。哎，我刚好也想说那个字哎，什么？我真的不懂哎。
样嘛。好了，那我讲一个，我讲一个，两只苍蝇。对，因为苍蝇有时候会去沾吃一些奇奇怪怪的。是，好，这个就是米田共，两只沾米田共。他突然就说：“哎，我们现在吃米田共。”哎，啊，另外一只苍蝇讲：“嘘，现在用餐时间，不要讲那么不卫生的话。”对，比较容易这个类也是。你这个虽然老，可是很合理。其实那个我听不懂，哇，类似这个意思，好笑吗？啊，这个稍微有点，我觉得那个你不懂，不是很好笑，瓜不太好懂，瓜不太好笑。我这边有鸡的，要听鸡吗？好，啊，健康的吗？啊，是健康的。你用老头儿讲也能行吗？用你大哥也可以，可以，嗯，蛮帅。有两只鸡，一只鸡怎么叫？没有那个。没有错，就是咕咕咕咕咕咕。那两只鸡怎么叫？咕咕咕咕咕。不对，叽叽叫。OK 啊，你马路圈啊，很容易懂，因为我们同一个门派的，不同你的场要捧谁的场？你叫我去。我觉得比瓜倒一点，对啊，也不是太安全。我跟你讲，齐薇气质太好，就是。好像不太适合讲笑话，完全跟他的痛调是不同的。Different，他太漂亮。我觉得你就好好介绍时尚了，不要讲笑话了。可是我有满肚子的这些有的没有的，那还得了？你自己吞了，自己吞了，没有什么讲。